受限方面比 iPhone 还差，还给你 WiFi 6 in-screen fingerprint 解锁方面非常的快。那不舍得给那个人买？也对哦，我一听到 Infinite 我就退后三步。买，哎呦，烂到别啊，烂到一直卡一直卡。哇，那个触控真的是我独烂到，你要不要 try 一下？可以的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哥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开箱的这一台手机啊，目前在大马，它是唯一一台1000以内搭载铁三角配置，就是 Infinix GT 10 Pro。我们先从外形来看，这一次跟 Note 30 Pro 是有一点相似，采用是一个非常有机械纹理，颜色就分别有两款，手上的这个是灰色的，它还有一个机械银色的，都拥有一样的 tattoo。For 这个 design， 我个人认为有一点太过于的 over， 因为它是用 sticker 加玻璃的。的关系嘛，假如它是用那种比较 solid 有凹凸线条的话，那个我就觉得哇，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啊。但是想到它的价格，我就觉得是合情合理啦。边框采用立边造型，在材质方面啊，那你听它声音。是很有quality的嘞，它有一点像无锈钢吧，我不晓得是不是，可是整个是很有分量的。再加上它玻璃的背盖呢，所以整个是非常有quality的。在它右侧呢，就是它的音量跟 power button， 有没有看到是一个圆凸起的按键，不是它的指纹识别哦，也就证明了是采用 in-screen fingerprint， 吓到没有？1000块给你 in-screen fingerprint。在上方就是麦克风，还有扬声器，除了上面听孔间也是扬声器。左侧就是它的新卡槽，是支持 5G。双卡双待，还能兼容 SD 卡，我这边是放了一个 512GB， 最高可以去到 1TB 的容量。相信也有部分观众会担心，哎， Infinix 在受限方面 OK 没有？这一次它也有针对它的 network 进行一个小提升，在打游戏接收方面无阻碍啊。可是为什么第二张没有服务掉？我才讲线好，第二张没有服务了，应该是 XOS 在这里没有线， DG 的话就有线了。将你的两格借我一下，还是它只是新卡一受限会比较差？要是看新卡兑换 ，XOS 新卡放进去是无网络的状况。我的 editor 的 iPhone 呢，一样是用这 XOS， 至少还有两三格的信号，比 iPhone 还差。除了 5G 双卡双待，它还给你 WiFi 6配置，依然有 NFC 跟 FM 的功能，就差没有红外，还有它的无线充电被拿掉了，因为之前的 Note 30 Pro 呢是支持了无线充电跟无线反充，而这个就可惜了，没有这一个功能。在下方一样是有扬声器、 Type-C 接口、麦克风，还有 3.5 耳机孔。再来就是整个手机的灵魂屏幕，搭载了6.67寸 AMOLED Full HD Plus 显示屏，刚刚不是有说到吗？ In-screen fingerprint 解锁方面识别能力算非常的快，还有多个动画可以选择，刷新率呢最高可以去到 120Hz， 还拥有三档智能调控 30,60,120， 根据不同的应用给予适当的刷新率。触控采样双指操控，最高可以去到 360， but then 我拿来玩游戏那些我会感觉不是那么的良好，尤其是在吃鸡，真的是很生气。买，哎呦，烂到样哇啦，一直卡一直卡。但是更多的等下在游戏环节继续说下去啊。我们回到屏幕，它的亮度最高是支持到900nit， 户外看手机完全没压力，支持了11色调校，护眼模式也有，还拥有了 1920p WND 命，暗光环境下闪屏问题大幅度降低，还有它的双扬声器拥有 DTS 音效，当然你不喜欢这个 DTS 你要自己调整也是可以，还拥有 Hi-Res Audio 认证，无线有线都能兼容。讲到它的双扬声器，其实它有一个东西，就是它的盒子也是一个扩充器，可以把手机直接 plug in 在这一边播放歌曲的时候。这个又不是打电话的功劳，把那个扬声器放进嘴巴比较快一点。啊，盖着。啊，好像也是一样。盒子除了有这样的玩法以外，它送的配件还很多一下嘞，送你钢化玻璃膜、透明硅胶壳、45瓦的闪充插头。反正这个45有一点 downgrade 好啦，因为上一个 Note 30 Pro 是68瓦的，还有一个 L shape 的 Type C 数据线，方便打游戏。Infinix 舍得给，那价钱又不贵，又有铁三角，哇塞，真的是打市场啊这个。那不舍得给那个人买？也对哦，我一听到 Infinix 我就退后三步，可是看到它的价格，我向前五步。
然后扬声器的表现的确是很不错的，同时它里面还拥有 Z-Linear Motor， 震动反馈精粹有力，就差它没有把这个震动的反馈利用在就比如说游戏。假如它在游戏方面呢有加入一个 4D 震感啊，相信整体的游戏体验呢应该会倍增。然后刚刚不是有说到它1000以内无对手，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它的处理器给的是特高端，用这天玑8050 5G 芯片，安兔兔跑分就可以拿下760000分。但是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安兔兔是不可以跑 standard， 只能跑 light version？ 这个我就有点好奇，我什么时候一个旗舰主机可以跑那个就是标准版的那个安兔兔跑分？去到 3D Max， 它的平均分数是维持在4500到4300，稳定性高达 95%， 单核跑分850，多核2860，再加上铁三角 LPDDR4X 跟 UFS 3.1， 最高读取速度可达1800 Mbps。同时也继承了 RAM expansion， 最高可以提升8GB RAM， 因为内置都有8GB， 再加8都得16。可是这个虚拟空间呢，帮助并不大哈。我们去评测一些游戏或者测试其他的应用程序的时候，它的8%率跌的是非常的多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虚拟空间呢，当然是有帮助，帮助并不大啊，但总好过没有啦。在游戏方面，大部分国际版游戏是可以开启高帧率，就比如说8G 90帧没问题 ，Mobile Legend LOL。都可以开启 Ultra Mode 120帧帧率下玩这些 5v5 游戏，真的是爽到爆啊！就差中国版游戏没有优化就算了，特别的卡，尤其是刚刚我所说的《和平精英》，哇，那个触控真的是我独揽到，你要不要 try 一下？可以的吧？哎呦！微拖动真的是太差了，超触控分辨率，它的那个格没有缩到那种极限，变成微拖动啊，一跳就跳很大格，很难瞄啊，玩到我有一点堵佛 不过一去到 8G 国际版的，哇，超棒，90帧开，跟手性、灵敏度、操作性跟和平精英根本就是一个天一个地。王者也只能开启2-3配置，表现方面一般而已哦，还是国际版的游戏比较友好一些。当然它也继承了 Game Mode， 它一样是有三档可调省电、均衡跟性能模式。在 Game Mode， 它可以屏蔽消息通知，可以把消息通知转换成弹幕方式，但是弹幕只支持 WhatsApp 跟 Messenger， 可是来电显示并不能屏蔽，所以它是没有一键进入沉浸模式的，里面也没有的调整它的触控跟手性灵敏度，没有猎手模式，但是它有 Magic Key， 可以透过它的音量大小声去设置多余的功能键，同时还继承了Pass by 充电，当它电池到 30%， 它会为它电池充电，或者 50%， 它的充电功率要 30% 还是 50%， 这些你都可以进一步的调整。在它的浮窗方面呢，最多能支持2个应用，当你在寻找攻略的时候还非常贴心，你一按它的 keyboard 呢，还跟你 minimize 打字的时候，你可以显示游戏更多的画面啊，这个我是觉得做到非常好的地方，就差它没有那个半屏模式哦。在续航方面如何呢？首先它里面拥有5000毫安，拿来玩原神8G 高帧率游戏，平均1小时减20%，能够坚持5小时。如果是60帧游戏的话，好像《和平精英》《王者荣耀》它可以去到7个小时。在温度方面呢，控制的非常好啊。在性能模式下没有开启温度控制，它的平均温度前屏是在43，后背是去到一个44度。可是这个控制温度那个我就没有开了，因为一开它会影响到它的帧率表现，所以我坚持用它性能模式，但它的性能模式的温度也不会去到太高而导致降帧，这个问题完全不必担心。最后就是它的 UI， 搭载 XOX13， 由于是海外国际版的关系，所有的谷歌应用都能正常操作，就包括了 Android Auto 都能使用。在通话它是有录音的功能，当你激活录音，对方是不会收到录音的提示。也继承了 XOX 自己非常特色的应用程序，就包括主题 Translate 模式都 built in 在里面。然后它的 Type-C 接口呢是不支持 HDMI， 所以是需要通过硬件的方式去投屏。所以现在我们测试就是有关它视频拍摄，在画质方面最高可以去到 4K30fps， 现在用着的是 1080-60fps。 在感光方面，从一个暗的环境去到亮的环境，它的智能调控有吗？有调整回来吗？有，可是慢啊，已经按了它过一个几秒它才会开始跳，它的反应稍微有点缓慢。所以如果你要快，还是需要通过手动的方式去进行对焦跟调整它的曝光。在收音方面，它是不支持第三方的无线蓝牙麦，至于
接 3.5 那一种麦克风的话，那个我还没有试过啦。在它视频方面的防抖哈，因为没有 OIS 也没有 EIS， 所以在防抖方面是一般的。来，你 try 看，一边走一边拍，然后我们试一下转一个圈，然后在它的这个颜色会不会比较偏深一点？我感觉 normal， normal 啦，就不会太显眼，应该是比较普通，没有到很强。但是你拿来普通出用，拍一些公事上的东西或者拍一些生活化的视频，这个相机绝对能满足你。但你要有防抖，你要有超好的感光啊，当然这个就按需求了。在两倍拍摄猫虽然是有一点点的慌，但至少它抓拍得到细节，整体的色彩还原算是非常的好。它的风格呢跟小米是非常接近， contrast 比较高，整个视觉冲击是非常好的。但是有一点就是，如果那个拍摄的物体呢稍微晃动的时候，你就会对焦不到，它的菊花就开始出现模糊的问题。不过对焦的好的话呢，所有的线条呢都可以拍出来哦，在细节上呢完全没毛病啊。even 是在背光人像照，它的拍摄依旧是非常的漂亮，可是在虚化呢就带有一点点的瑕疵哈，在抠图方面并没有那么准确，自带一点点的美颜效果，然后背景会做一个 HDR 的处理，整体是不会看到整个人像偏黑的问题啊。这个你看，哇，这个瓜真的是很会动，所以我拍的那几张照片基本上都是蒙的啊，这一张还算有一点点的细节，可是手还是蒙了啊，这个它不动啊，所以拍得到细节，它一动你看又开始蒙了，可是整个色彩的调效呢是非常漂亮的。对于识别一些高亮度的 object， 就好像这个 logo 是一个亮黄色，它就会过于的曝光， even 是你尝试对焦多次也没用，变成我们就要透过小太阳拉低曝光去拍摄，才能还原准确的色彩。当然它这一次呢也有一个 AI 智能识别，比如说花朵它会有一个 flower logo 来进行一个 AI 调效，然后在温度方面也会进行一个调整。目前 Infinix GT 10 Pro 在大马只有一个配置8+256，落地价为999，假如没跟动的话，这价钱真的是无敌的存在。刚刚你也看了它108MP 性能上的表现，铁三角的配置，续航能力超强，就差它的充电功率削减了，拿掉了无线充电，也不支持无线反充，但是以上的这些条件足以匹敌所有目前市场上所售卖的手机，把电是1000块左右啦。如果你对这台手机非常感兴趣，杰哥这边不多货，102台而已，如果要的话可以和我的客服索取更多详情。所以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先，我就是那个有话不能好说的 Mr. 杰哥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